果你还没有听，然后又想这么久，我就拿牌子打你。上来，上来，上来，上来！想牌的倒数时间已经到了，不会少一张牌吧？我要。你到底在干嘛？要认真一点吗？不可能！紧张，紧张，紧张！你们两个有在玩吗？我这样会对来宾太凶吗？哎，我这样有操作。不是，我刚好像顾着跟你们聊天，错失了一些什么。威哥不会打牌啊？胡胡乱！我的天哪！你今天很旺哎！你今天内裤是怎么回事？原来你上个礼拜的运气到我这里来了。上礼拜练展鞋练多久，知道吗？我会越来越厉害。